Hello，大家知唔知道我依家喺度做紧咩咧？就系准备紧圣诞礼物俾你哋嘅。咁咧，我手上呢一块股皮咧，系咩股皮咁特别呢？就系我哋为咗庆祝我哋 XXX Live 世界巡回演唱会做咗73站而决定送俾你哋嘅一份礼物。呢一块咧，其实系我哋英国伦敦最终站嘅 Jamie 打嘅呢一块股皮啦。咁所以咧。我依家就係準備將所有嘅地方同埋日期啦，我哋做巡演嘅呢一啲每一站嘅呢個紀念寫喺上面啦，整完之後就會送俾你哋啦。咁同時咧，喺我準備呢個聖誕禮物嘅同時，大家都可以準備一下點樣攞呢個聖誕禮物嘅，就係今日我將會介紹俾大家嘅呢一個贏得聖誕禮物嘅比賽啦。首先介紹一下呢個比賽係咩名先啦。呢、這個比賽咧就係張萬能 Key 大賽啦。咁咧上個月我就出咗新的心跳呢一隻碟啦，咁我喺 Facebook 啊、微博啊，我都見到好多人攞住呢隻碟咧，影張咁樣嘅相俾我啦。於是我就發現啦，原來2015年最佳萬能 key 咧，居然係我嘅呢隻碟。所以咧，今日我借用咗呢一個 idea 啦，同大家玩呢個遊戲啦。玩呢個遊戲咧就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簡單嘅，大家只需要喺12月26日 Boxing Day 之前影一張萬能 key 嘅相啦，然後 hashtag Jam 萬能 key 大賽，你就參加咗噶啦。咁然後咧，呢、這個評分準則咧都係非常之簡單嘅，就係、是。最多 like 嘅相就可以贏啦。咁喺邊度參加呢？大家可以選擇喺微博參加又得 ，Facebook 參加又得，只需要 at the end 你張相係最多 like 嘅嗰一張相咧，你就可以贏得呢份聖誕禮物。好啦，我繼續準備你哋嘅聖誕禮物啦，大家俾心機，拜拜。明明就睇唔到我個樣嘅。好。